个女孩，看她一身打扮有色有彩，把咱们吃饭家伙拿出来，干完了这一票就发财。兄弟我好怕傻到我尿出来，能不能你去上把风我来，我怕我失手挡住你发财，说不定咱还被抓起来。我叫你拿吃饭的家伙出来，你拿破碗来发什么呆？吃饭我就是拿碗吃，不拿碗拿什么出来？给你买那些4万块拿出来，10块钱无条的别藏起来，走就拿来了，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你丝袜头上戴，不戴在头上面别人看出来，谁敢这行光明正大来？要想别人看不出来，为何不带个塑料袋？算了，那就塑料袋吧。不对，丝袜呢？在脚上穿着呢。喂！